带下一首歌，然后也是我们的创作。这首歌叫做《重新来过》，好不好？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鼓手，好不好？嗯，他再次介绍一下，他是蓝星乐团的主唱。对，刚我们的鼓手今天他的孩子刚生出来几天而已啦，所以他没有办法，不到十天。这首歌叫做《重新来过》。好，这首歌是我们在前几年当兵的时候写的一首歌，然后写关于一种梦想，对，然后不要放弃这样。两手空空并不是一无所有，这也是要走，放开拳头，真正领悟什么叫自由。说从前我抓住了什么，于是我找到一个出口，那是我想要的角落，在我心里很久很久，所以我一坐在初之后，伤口愈合以后，我将重新来过。我心中有一个梦，从未忘记过。张开双手，让风轻轻地吹过。于是我找到一个出口。我想要的角落，在我心里很久很久，所以我一坐在桌子后，伤口愈合以后，我将重新来过。现在的我，
请。